毯子盖里面吧，然后被子盖外面。毯子要盖当然是棉被外面啊。毯子为什么好用呢？因为毯子可以帮我们锁住被子它带来的一个热能。如果我们先盖了毯子，反而把被子提供的热能给隔绝了，那这样的话反而没有得到我们想要得到温暖的效果。保暖垫呢，可以让背部觉得温暖。那这样上下夹攻的话，一个三明治的盖法，再强的冷气团，你都还是可以觉得很温暖。